一个冰激凌20克，不当我买包烟了？你怎么那么馋呀？可是我也不是天天吃啊，而且20块钱的冰淇淋也不是很过分吧？这个很好吃的，你尝尝。哎呦，不吃，20块钱的冰淇淋我是吃不起。20块钱的冰淇淋很贵吗？可是我哥从来不让我吃这么便宜。这冰激凌太好吃了，你多少钱啊？这是刚从新西兰空运过来的，你哥我都还没来得及吃呢。 哎，你还没和你男朋友说我们家有亲戚资产的事吧？嗯，我准备结婚的时候再说。米粒，我妈来北京了，我带你去见一下吧。阿姨好，这就是有本地户口的那个小丫头，看着也不怎么样嘛。家里有几套房啊？有没有车啊？家里有一套房和父母一起住，车都是他们家开。这么穷啊？ 那你们结婚了住哪儿啊？让你父母把房子让出来，给你们做婚房用。不过啊，要写上我儿子的名字。不好意思啊，阿姨，我先去个厕所。原来在一起3年的人只是图我的本地户口。这个女孩我可不喜欢啊，家庭条件一般般，看着傻乎乎的。你一个月工资可有10000多呢，她哪配得上你呀？哎妈，你放心吧。 我最近啊，在追我们老板的女儿，等我把她追到了呀，就把名证甩了。本来就是图她有个本地户口，没想到那么穷。你明白就好。我们还没有点餐吧？服务员，点餐。这个，还有这个，再来一份鲍鱼龙虾鱼翅。好的。 我大老远来的辛苦，阿姨就喜欢你这样的孩子。阿姨，您放心吃，你喜欢吃什么我们就点什么。哦，喂，好，我马上回来。那个阿姨，我公司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去吧。先生，你们还没买单呢。我们还没买单吗？是的，一共是50000元，请问怎么支付呢？这死丫头点这么贵的东西吃了又不结账，这不是存心害你吗？刷卡。 下来拿下你放我这儿的东西，我们分手。我都还没来得及说分手，有的人就这么迫不及待了。总裁，小姐怎么在这里？另一位好像是这家公司的千金，她再次的订婚派对也要去你的。我们早就分手了，好吗？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你呀，别想了。我们确实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这些你送的破烂东西还给你。 哎，你着急呀？毕竟你是天级的前女友，这周六我们有个订婚派对，来的都是我的朋友，可都是你平时见不到的人，你也一起来呗。行。总裁，我们还经常合作吗？这次合作先不谈，答应他们的派对邀请。哇！ 这是谁呀？哇，这是谁呀？漂亮，这是当季的新款吧？几天不见，变漂亮了呀。不好意思，我本来就很漂亮。不过人可不是化个妆、穿条漂亮裙子、戴个假项链就可以了。再怎么装，你跟我们都不是一个阶级。我们随便花的钱都是你一辈子的赚的钱。别用你的手来碰我，弄脏了你赔不起。 来都来了，喝一杯吧。哎，干什么？你这裙子租的吧？原来是租的，真的假的？租的，是租的呀。对呀，这租的裙子不便宜吧？你要是跪下好好求求我，说不定我会大发慈悲给你买新的。 米粒，我都说了，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你又何必非来自取其辱啊？你不嫌丢人啊？这你才丢人！回去吧，回去吧。
的确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于总，于总，您能来参加我和天喜？连怎么回事？哎，于总，这个人是我前女友，她看见我和小九在一起，她心生嫉妒，特意跑来大闹我们婚礼。我呀，非得把她赶出去。我跟他们你也赶出去。这是前女友送你肖的妹妹，就是上林集团那个从不露面的千金。露面的千金啊，他们怎么还敢这么欺负她？于总，我跟米粒是好姐妹，我们开玩笑呢。谁跟你是好姐妹啊？既然你们这么不待见我的妹妹，那我们的合作也没什么必要了。通知下去，上林集团终止和他们公司的一切合作。是，谁敢跟他们合作，就是跟我们上林集团作对。她是你前女友，你想办法呀。米莉，你真是宇少的妹妹吗？哎，米莉，其实我还是爱着你。之前不知道你家这么有钱。哎，我们和好吧。跟你在一起这么久，我才知道原来你是图我的本意不可。那天你和阿姨的谈话我都听到了，这就是你费尽心思攀到了老板的女人。我都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分手，你就迫不及待的要结婚了。米莉，不是我，是他，是他先勾引我的。我一直经受不住诱惑，我们三年的感情不能就这么放弃啊。我勾引你，你不要脸。你叫天琪是吧？啊，是。这个人全行业封杀。是，还有我这条裙子是高定200万，我的律师会联系你赔偿的。